这吗？这不是，这是炖鱼，不是拍卡捞的，拍卡捞的啥款的？凉皮凉啊，凉啊。臭啊！嗯，看到。你怎么知道它是臭的？你看这里，哦，它有一个黑色的，然后它钉啊是软了的，都已经裂了，都已经裂了。虽然它是新的，刚掉的这边，可能在树上就已经是不大好了。这个大概有多少 kilo？ 这个不到两 kilo。我这个也这么重啊？不到两 kilo 了，这个大概也是一 kilo 半那么。如果它有一斤咯，八到两斤咯，这样差不多。现在钓了很多的，那天来的时候，你们回去来的时候，很多吗？满满的，满满的，一棵树几成百粒啊！好了，你们。这边刚去一摇。啊啊！哦，有声音啊。它是干包。我一包块。是什么料？啊？菠萝咋这么酷的？啊？嗯，是啊。什么料？这个刚掉的。以后都推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是啊。龙虾的味道差不多，还不输别的。这个种子就大个。来，肉啊，满满的。像巧克力味真的。那么肉满满的，漂亮啊！你看。那可以啊，黄黄 Q 一。这个好吃这种，它好像巧克力这样的，它味道。咕噜就像巧克力这样的，它的味道很巧克力的。哦，这个老板讲这种好爷，发现。这是什么呀？甜的，巧克力甜的，对，甜来的。咕噜啊！刚才那个就比较像是 ice cream 这样的咕噜，整个拿去啊。巧克力味。怎样，好吃吗？嗯。
终于到啦，所以这边是我们位于我们的杠杆。